好，在讲快捷指令之前，我们先讲一下文件盒子。等下我们结合着文件盒子来讲解快捷指令。那么什么是文件盒子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存储文件的一个盒子。好，现在是关闭。关闭的话，用户无法保存他们的文件。如果想使用存储空间，请打开文件盒。从它的说明也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存储空间。好，我们将它打开。打开之后，它也弹出一段说明：文件盒子已开启，Bot 可以自动使用 API 保存和管理用户文件，也可以在人设与回复逻辑中。 手动编写提示词，设计更灵活的文件管理功能。我们把鼠标放到工具详情看一下，它有这些 API 可以使用：file create 保存插件或工作流产生的文件，file update 更新用户创建的文件，file list 列出文件列表，file delete 删除用户创建的文件，file batch update 批量更新，file search 根据用户问题查询文件，还有文件夹 file folder create 保存文件夹，读取文件夹 read creator。好，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既然文件盒子能存储文件，而上面这个知识库也能存储文件，它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知识库是针对开发者来说的，而文件盒子是针对使用这个 bot 的用户来说的。也就是说，知识库是开发者提前上传的文本、表格或者是图片，作为机器人的一些数据库使用，来增强机器人的功能。而文件盒子是使用这个机器人的用户上传自己的一些文件的时候存储的空间，比如说在对话框里面右键有个加号。 你可以上传 image、PDF、d c x DOC、Excel、CSV 和 audio。那么这些文件存储在哪呢？就存储在文件盒子里面。当我们开启文件盒子之后，在开发者界面上面这个 memory 记忆里面就有文件盒子。好，我之前已经上传了一些照片和文档。那么大家不用担心，作为用户使用这个 bot o 的时候，你上传的文件其他用户是看不见的，开发者也看不见，开发者只能看见他自己上传的文件。好，我们来到克子的文档来看一下文件盒子有哪些具体的命令可以使用。好，这上面是开启文件盒子。 然后下面说上传文件，上传文件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在开发者界面，也就是 bot o 的编排页面，在照片或文档页签的右上角单击上传。好，给大家看一下在哪里，在 memory 下面文件盒子。好，在这上面可以上传，可以拖一些文件上传过来。好，我上传了一张图片，也可以上传文档。好，我再上传一个 txt 文档，就选这个首张专辑上线文案。好，确定。这就是通过文件盒子。 在开发者界面上传文件的入口，在这个地方 Memory 文件盒子。那么作为用户从哪上传文件呢？啊，为了讲解方便，我们还是用之前的 AI 早报来讲解快捷指令和文件盒子。那么这时就不涉及到工作流了，就属于人设与回复逻辑的输入其他问题，根据情况回答这一块。那么可能和 AI 早报就没有什么关系，呃，只是可以用来展示测试文件盒子和快捷指令的结果，因为我之前发布的增加文件盒子的版本已经成功了。 对，在主页的对话页面，当我们艾特出 AI 早报机器人，是可以上传文件的。我们看一下怎么上传，看这张图，也是通过这个加号来上传。好，我们回到个人空间，来到这个主页，在这地方我们可以艾特已经发布的 AI 早报机器人。好，点一次它不出来没关系，我们多点几次。好，这时候所有的机器人就出来了，我们可以艾特 AI 早报，这时候就进入了已发布的 AI 早报的机器人的界面。好，我们再上传一张图片，我们就上传这张第十一张，点击发送。 好，这就是使用这个 bot 的用户上传文件到文件盒子的入口，通过对话框的加号上传。好，我们再回到文件盒子的文档中心，看一下文件盒子还有哪些常见的指令，比如说操作类型有文件管理和文件夹管理以及多模态数据增强检索。我们看一下文件管理有哪些命令，文档的增删改查和批量修改，比如说文档筛选指令，查看我今天上传的图片，语义检索，查看关于 AI 的文档，修改文档名称，帮我把这个文档改为这个文档的名字。 删除文件，删除五月某号之前上传的所有文件。好，等一下我们就使用这个作为快捷指令，发送给 Bot 来测试文件盒子的这些命令是否管用。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结果这些命令有时候管用，有时候就会遇到无法执行的情况。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不要过于执着，因为扣子毕竟才刚刚上线，它也在不断的改进中，很多功能还有待完善。我们的入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基本的操作就可以了。 至于后面的提高和深化，要随着扣子本身的进步，以及大语模型和 AI 的进步，扣子的平台才会用起来越来越顺。我们再看一下文件夹管理有哪些命令。文件夹的增删改查，包括创建、创建相册、动物、移动图片到相册的指令，移动图片、图片名到这个相册。故障处理，好，暂不支持将文档移动到文件夹，仅支持存放图片。好，也就是说，目前只能将图片移动到某个文件夹，不能将文档移动到某个文件夹。 然后还有个多模态数据增强检索，比如说总结文档、文档问答、介绍一下 AI 产品故障的处理流程，以及增强检索、查看狗狗相关的图片，可以通过文字来查看图片。也就是说，你上传的图片，扣子是能知道你上传的图片是什么内容的。然后你可以根据图片的内容来检索你要找的图片。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命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号，刚好九个命令。因为快捷指令最多只能上传十个命令，所以我们可以将九个命令都试一下。 好，我们回到波特的编排页面，将文件盒子折叠起来。我们点开快捷指令。好，这是我之前创建的一些快捷指令。我们将之前创建的全部删除，等一下重新创建一遍。怎么删除呢？右侧删除就可以了。移除。为什么要删除呢？因为快捷指令最多只能添加十条。刚刚我们看文件盒子的指令已经有九条了，所以如果我不将之前的删除，后面的命令就无法添加。好，现在我们来添加第一条指令：查看今天上传的图片。 我们看一下文档是怎么说的？文档筛选指令，查看我今天上传的图片。好，我们就原样不动地复制过去，通过快捷指令来测试一下文件盒子的这些命令运行效果到底如何。将刚刚的名称粘贴到按钮名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快捷指令的第一个维度，所见即所得。也就是说，你想让机器人执行什么指令，就将指令的名称粘贴到按钮名称这个文本输入框。 同时，在指令内容粘贴相同的内容，再设置一下飞书和微信公众号渠道的英文调用命令。比如说，我叫它 look image，那么这个快捷指令就创建好了。这个其实可以不填的，因为它右侧有一个红星，表示这是必填项，我们就必须给这个指令名称一个英文的调用命令。这样我们在飞书里面要调用它的时候，输入斜杠 look image 就可以唤起这个快捷指令。好，我们点击确认，确认的同时，在快捷指令下面就出现了这个按钮的名称。 与此同时，在右侧的预览页面也会同步出现快捷指令的按钮。要查看我今天上传的图片，我们可以点击发送一下，看一下这个命令。要查看我今天上传的图片，就发送给 Bot 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能查出什么来。好，它找到了十三张图片，我们查看全部看一下，数一下是不是十三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确实是十三张。 那么这个十三张图片是我在文件盒子里面上传的。文件盒子里面上传,面上传图片在哪上传呢？在 Memory 有个文件盒子。好，在这里面您点击照片，你可以上传图片。那么这就是我之前上传的十三张图片，也可以上传文档。啊，这是我之前上传的两个文本文档。好，看来这个快捷指令管用了。好，我们再试第二条，查看关于 AI 的文档。这条命令我们可能改一下。 因为我的文件盒子里面存储的文档有两个文档，一个是 album，一个是首张专辑上线文案。好，我将这个命令改为查看关于 album 的文档吧。好，我们再添加一个指令。那么这个指令也很简单，仍然可以使用所见即所得的方法，把 AI 给成 album，大小写应该无所谓。指令名称叫做 look album，然后指令内容仍然和按钮名称一样粘贴上去。指令描述因为不是必填项，我们就不写了。好，点击确认。 确认的同时，右侧的预览界面也出现了这个按钮。我们发送过去，好，将这个命令发送给机器人了。我们来看看它能不能通过文件盒子来查看关于 album 的文档。看来不太对，结果他给我返回了一些相册的名字，有可能是这个名字的大小写的问题。我们再试一下用大写。我们将指令内容的 album 改为大写，按钮名称可以不改，因为最终 bot 收到的是指令内容，而不是按钮名称。好，我们再点一下。 你看他发的内容是大写的 album，啊，看来不行，他还是把这个图片返回给我了。我们看一下这个 album 到底是什么东西。a m b e r 的内容是系列《L Chart Star》纯音乐是这个，看来他没有读取到这个文件的名字。我们再改一下，使用 AI 测试一下，因为 album 的内容有 AI 嘛？确认。啊。 好吧，它返回给我的仍然是图片，看来它并不能像文档所说的通过语音来检索文档。好，这个命令测试看来是行不通。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改名。好，改名之前我们看一下文件盒子文档的名字叫什么。好，我们将 Album 这个名字改为 Album 一，在后面加个一。好，再添加一个快捷指令，将刚刚的命令粘贴上去。哎，你会发现，由于这个命令太长了。 按钮名称最多只能容纳二十个字，所以我们将命令粘贴到指令内容，然后将指令内容改一下，帮我把 album .txt 最好带上它的文件格式后缀。看文档是带上 DOCX 这个后缀，好，改名为我们后面加一个一，然后将按钮名称缩短一点，就叫文档改名吧。然后指令名称叫做清 name 吧。好，然后点击确认。好，这个文档改名也更新到右侧的预览界面了。我们点击发送。 看它能不能将这个文档的名字改过来。好、哦，你看还是不行，是不是这个后缀大写了？我们再把后缀改成小写。好，确认啊、哦，这次它调用文件盒子了，但是仍然不能改过来。看来这个文件盒子操作指令还是很不稳定的。好，删除文件，我们再测试一下删除文件。点击按钮名称，因为按钮名称不能太长，我们首先输入指令内容：删除。我们将日期改一下，删除今天上传的所有文件，名称叫删除全部吧。 好，指令名称叫 delete all 好确认，好删除全部已经添加到快捷指令，在右边为什么没有呢？因为预览界面最多只能显示三四条命令，所以其他快捷指令压缩折叠到更多里面了。我们点击更多，找到删除全部。好，这个命令发过去了，删除今天上传的所有文件。它调用了文件盒子，但是能不能删除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执行的过程还是挺慢的。 啊！删除所有文件，那应该包括所有的文档。那么会不会将照片也删除呢？等它命令执行完了，来到 memory 里面看一下，这个命令已经卡住了，我们停止响应吧。我们就不在这个文件盒子的命令上纠结了，继续。